我先玩一下这款，这款我蛮有意思的。这款现在目前是Polyg，它就是还在做，算是一个原型游戏啦，还蛮有意思的。那天我看到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玩玩看吧，不好不好玩。有没有中文？没有，好啦，没中文没关系啦，这个游戏应该不用中文。早期早期，Agent Eleven。特工11号，长官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？We have a number of inmate，是什么意思？需要仰赖你的技巧。所以呢，Machine Select Final Mission，哦，训练关卡是不是？好吧，11号，Need to see you back，我们需要你回来啊，看到你回来很高兴啊。特工十一，谢谢你，长官。Report back，回报 to me one use complete。当你完成训练之后，这个跟我说，basic training，它是有点像爬塔配那个战棋类游戏的感觉。为什么要做 YT 哦？YT 还是蛮好玩的，拍影片其实也是蛮好玩的啦。我还是不太想要直接放掉。这是一个 turn based，就是回合制的卡牌建筑的战斗游戏哦。OK，然后按左键继续使用 Q 跟 E 键可以旋转的场景，然后滑鼠可以让你 highlight 的卡片，就是在你的手牌嘛，你可以看它有什么能力。Push。Enemy 一格，然后这个就是用你的拳头塞对方，然后抽两张卡。哦呦，那我现在可以用吗？选择这张卡片，OK，然后这是两格哦，它这边有写，它的 range 是二，两格外可以打到它。然后接下来移动到敌人身上，扁他。哎呦，然后爬塔配。棋盘战斗嘛，哈，然后这边有费用，当费用用完的时候呢，你就只能选择 next turn，就是到下一回合。这我知道，这叫做 focus，叫做专注值。不是啊，我用 focus 干嘛的？哦，特殊效果行动是不是？push push，什么意思啊？You can see the man 最小跟最大的范围。哦，这边有写啊，一格跟两格嘛，对，两费。啊，移动的话呢，移动该不会也要 double kick？哦，对啊，focus 专注值，我刚用的卡片是回一费啦，回一个费用这样子。double jump kick 双重跳踢，哦，哎呦，然后会前进一格，欸，帅，这有帅，欸。然后接下来可以用这个 push 把它推，推，哦，不错不错哦，OK，然后接下来选择结束你的那个，他这边讲说，有时候呢，当出现一些新的敌人的时候，他会出现一个警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标志，就是这个 mark 一个标志，那 如果这个标志被阻挡住的话。在回合结束的时候呢，哦，敌人可能会，就是他会出现在可能在周边的位置啦，所以还是会跑出来，但就是他可能会出现在另外一个位置这样，然后就怎样，even time 是什么？哦，当每次呢进行成功攻击的时候，会累积所谓的 combo level，然后这 combo 呢 between the turn 可以在其他回合用吗？像我们刚才打了两次 combo 嘛，这边就有 combo 值。哦，这个是怎样？Left hand kick 嘛，从后面踢是不是？左后踢。然后我们可以怎样？这个是有一格移动效果，看到了，移动效果一格。所以我可以这样用吗？不行啊。Moving users，哦。
使用这个移动卡，这个叫 step 脚步嘛，移动卡片，这也要花一费、欸。有了，然后再使用 combo 卡片，可以把它往另外一边踢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游戏很有意思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哎、欸。然后这边讲说，当敌人就是被，反正就是当敌人被你给那个。You get seed for icon. OK， 所以就敌人被你踢到，比如说可能那种边边的时候嘛，你就是，哎、欸，就可以看上面的 icon 来去根据他的动作有没有，比如说他这边会射击，你就可以把敌人踢到这个一些其他敌人可能会做动作的位置，这个敌人一样会动作嘛。可是就会因为被位移之后，它就会造成其他的 combo 的伤害，就是可以做一些除了你的 combo 技之外，敌人的 combo 这样子。对，他射杀自个人，在回合结束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这些东西有没有？他这个人要射我，所以我把这个人踢过来之后，他就会中枪。按住 LT 可以看到详细的情报，血量啊，攻击，这攻击力吗？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 ，cross over target to see 什么 go enemy state， 看到敌人的状态吗？哪里？我要怎么看？什么叫 pass the cross？ 这个什么意思啊 ？C U R S O R 什么意思？完蛋了，英文单字量太少了。青蛙哥，完蛋了！单字什么意思？哦，有了，有了哦，可以换啊、哦，就是你的啊、哦，滑鼠 ，OK， 鼠标 ，OK， 游标，好，滑鼠游标，完了，蔡英文，然后 ，info show other which target rested， 可以看到他们接下来在下一回合的时候。会做出什么样的攻击？有没有这个 ？OK， 这个意思啦。If you see the icon 拳头的话呢，敌人就是准备要开扁的啊。啊、嗯，在下一就是在当你回合结束的时候，他就会开扁，所以我要躲开啦。有些卡片呢有攻击加位移效果。OK， 所以我可以把它打飞吗？哦，攻击或是位移的效果，二选一是不是？哦哦，好帅哦！再就是可以把对方灌在墙壁上面，然后这个可以灌在对方脸上嘛？So they will attack if 但是如果他还是会攻击你，如果他在你的攻击上面生还的话。啊，这样我不就那个吗？这转向是不是跟他换边哦？没有啊，那、啊、我不这样不就完蛋了吗？这什么北七教学格挡值？这个跟那个爬塔一样有格挡值啊。格挡他的拳头18嘛，枪是10。这什么北七教学？不是应该避开他吗？End the combo 终结技、哦、使用抓技抓技可以干嘛 turn will target will turn to face 它就可以让它 转一边是不是 OK 然后它现在要面对是这里了 Now finishThe fight， 使用哪一个 ？Information 哦，随便你用是不是？有没有什么双重踢之类的、啊、？Shift 有什么效果？我先把它踢下去啊 ，Lucky 啦！我还剩下两费，嘿，往前踢，然后呢？
26凑齐英文字母皮黄万岁万岁万岁牌。万岁牌，感谢。这个好像是要在敌人一定要在墙边的时候才可以使用，哎，跨两格会穿越敌人。不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疾风。哎，这个好玩呢，这个如果说好好做的话，应该蛮有趣的哦。移动两格，但是它卡包系统是怎么算？是打完每一关会给卡包吗？说这个，我们有一个新的挑战啊！告诉你要好好加油。好，1990年代有一个俱乐部 ，network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不用看懂，你告诉我去哪里打几只就好。哦，这样的关卡是不是？当然，游戏现在还没有着色，是有点可惜。如果他把那个颜色上一上，上一上，我觉得应该不错。哦，他会踹我，他会推我。好，这时候考验我们刚才新手教学有没有认真听讲的一个过程。Quick kick, long stick, 长打 ，combo finish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 combo 值。Emergency move， 使用一次就会没了。紧急移动，来，我们先长打他一波。呵，好，我为什么没有移动？完了，我是不是要先想办法避开啊？惨了惨了，然后下去了，好像没什么效果。哎，会扣血。Quick kick， 他会移动一格，可是他会冲两格来撞我，然后最后面我就来一个，避开，好，然后他跑过来了，Quickly block， 快速格挡，这个是怎样？移动一格，或是直接穿越你的目标一格，是不是？跟他斜方啦，斜方穿越。这个先留起来，等下可以用。增加八个格挡值。哦，对方攻击你的时候还会反伤十滴耶。哦，不错哦。Quickly block。这个要把它移动到墙壁旁边。好，来啊。嘿，灌爆你！有了，帅帅帅，还剩下一点，谢谢订阅，感谢。过来了是不是？来啊，这个叫做锤拳，铁锤拳，根据你的 combo 值会增加伤害。可是我现在没 combo 值，伤害就是只有4滴。正踢的话是可以推对手一格。还有进阶用法，进阶用法是怎么样？算了，不管，先把他踢飞好了。哦，打太阳穴的是不是？移动两格 ，step 脚步。他们都只会往前打一格，打不到我。我在那边以逸待劳吧。冲刺之后使用哦，可以往前冲了之后踹他一脚这样子。来，给他一个快速的肘击，然后再给他一个正踢，再半踢飞，好爽哦。我现在刚好有三点 combo。八加二乘以 combo 数，所以就是六点。那我这个要三费，踢完之后就不能动作了。踢不死啊！完了，我要被打了，我要推开吧，走开。我还为什么啊？
哦，它只有消耗 combo 值是不是？哦，我冲上去打他。嗯嗯，太简单了吧？哦，所以跟爬塔一样嘛，打完就可以抽卡。对，这款是目前试玩，它就只是做一个那个 polygon。哦，选择奖励 combo by two， 增加 combo level 两点，是不是？破墙正踢，这个好了，我觉得拿 combo 值好了。有简体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没反正也没差了，选个厨房好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哦。他这个有意思哦，但是卡片要设计的好就是了。因为主角很帅，还会拨一下头发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大哥，大哥，不要这样。Holy shit！ 十二 D。哦，不行哎、欸。有点危险。Image 型木先留起来好了，踹屁踹、啊！笑死笑死，再乱开枪啊 ！Counter hit， 看一下啊 ，Quickly kick， 嘿，让你去中枪啊，加油啊！然后，脚步，然后使用 counter hit， 打我啊，笨蛋！嘿，哎，看为什么没 counter 到、啊？哦，如果有击飞技的话就没 counter 嘞。把这个干掉好了。移动，他剩下八滴血，得了 ，combo 值加二，等你来啦！哎呦，有人要被打了、哦，还可以背后敲他，好帅啊！哦呦，跑那么快！这个有没有办法跟别人换位？好像还没有那种技能，是不是？现在卡片有点少，伤害有九滴。这个是可以跨越的。加二 combo， 哦，那卡片不错哦。打不到我啊啊！打我啊！打我啊！Quickly block， 等他过来。有没有抽到破墙？哎，有 ，finish combo， 这个是八加二乘以 combo 数，我现在 combo 数十嘛，所以28滴攻击力，一拳干飞你。啊 ，easy！ 哎呦，有新卡片会急晕是不是？对方会晕眩一回合。Heavy stick， 哦，有14滴，然后会被踢打飞两格。哦，这两个都很好哎、欸，要配牌对不对？晕眩攻击就是戳他的喉咙啊。打完可以看重播，可以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我觉得选控场技好了。万一人有人太多的话，哦，俱乐部原来是算术高手。哎、欸，这关有特殊目标啊，是要拿公事包。哦，有个戴安全帽的，
哎、欸，不对哦，好像越来越难哦。等一下，十二张卡，惨了！等一下，这个人会跑过来干我，然后这个人跑过来干我，他十八滴血，还有加五防。嘿，我退守，退守，退守，这样应该只剩一个人吧？来啊！我还有加，还有加防哎、欸。好，这样就是一个人一个人跟我打了。然后我先在那边做一些 counter。好像是怎样 incoming attacker， 对啊，他就说会那个嘛。我先试试看用 counter 好了，我还是没办法了解为什么不能 counter 对手、欸，是要面对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，哦，是三 D combo 值加二，长打 quick quick。然后，好吧，然后啊，完了，应该先打两下的，应该不打到我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，继续累积我的，累积我的那 combo 值，踢在往前，这不行 ，counter hit， 锤头。这可以打两格哎、欸！你怎么那么硬？嘿嘿，刚的。嗯嗯，还拿个棒子想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可以卡点哎、欸，这点还不错哦。可以利用这个地形的优势，22滴，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来啊，进来都得死，有没有？一打一，所以场地很重要哎。怎么都是跑步啦？康博只加二，踢飞，过来啊！现实世界就掀桌子了，搞不好他们的酒店，他们不想掀嘛。我、哦、还推我，哦，这个会反击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如果你 push 他的话呢，他会反 push 你回去，然后你被打的时候撞墙壁再扣4滴，哇靠，不太好对付。先干你的喉咙。拜拜，我先移动一下。三而已，完了，继续打。哇，又被踢，这样直接强势扣四 D 耶、欸！靠，有点白烂。这样不会撞墙啦，所以我应该要先放一个隔挡，这样可以挡掉他的伤害吗？我看一下。好，如果把他推两格，他就不会有那个 push 效果。OK， 所以要把他打飞远一点，这样就不能 push 我了。只要你没把他打飞的话，他就回来弄你。这个是往后踢一格。他牌会洗，他牌会一直洗，跟那个爬塔一样。来啊！哇靠，靠近就推，靠近就推。好，我知道这个敌人确实不好对付。然后呢，这样会底下，哎、欸，会哦，会哦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推我啊！你在怕的，
把他踢飞。包括前六回合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哇，这个是确实是有点要想办法去了解每个敌人的状态。这还蛮帅的。如果后面 combo 技多的话，应该很帅。哦，被推，一直被推。成就不容易啊！攻击太低了，一直正面踹他，不够帅，我觉得不够帅，是我太烂是不是？来张帅点的卡吧，这个可以推一个人，又可以打一个人。Push one enemy， 然后再踹一个人四 D。Right spin kick， 后旋踢。这张好了。健身房，或是医院。去医院讲啊，补血要钱哦。哇，还有。移除卡片吗？靠，去医院还要钱。公事包是拿奖励的，50欧元的样子。哇哇哇，这怎样？喷火，喷火兵，喷火兵，每回合会有8D 的格挡值，这是 BOSS 级的吧？血量55哎，然后。Charge up 三格，一次会喷三格，十点伤害。哇靠 ！Do it！ 音乐蛮酷的。我看一下，音乐我还蛮喜欢的。你要开枪打谁啊？我现在防御多少？没有防御嘛？对，敢不敢开枪啊？你为什么不开枪？哇靠！好，你没关系，这里可以，来，来啊！打不到，啊，来了，喷火了！这个晕他一回合应该可以吧？我留一点拿晕他，哇，防住了 ，counter， 有了，这样他就晕一回合吧 ，push， 好。怕你不敢，他会烧吗？他会连他队友一起烧吗？如果站在一起，搞不好会一起受伤我看，这样会有吗？有扣4D，所以哦，可是现在完蛋了，我要被他弄了，怎么办？我要被两个人弄了，抱歉啦。不能移动，完蛋，要不要烧了？哎、欸、嗨，你好、啊，
下去了，还没死，踢飞一格吧，跟树道歉。他每回还会回八房，哎、欸，很凶哎、欸。然后还有两费嘛，我觉得可以先移动他前面去，然后这个 War Brush 帅。我现在我把枪手干掉，嘿。小子敢开枪啊！小子，对，啊，开枪啊！小子，哎呀，十八点伤害，他应该要死了，可是他剩下两滴血而已。我移动一下，这个 combo 留起来吧，大家可以打 boss 用。Oh shit！推不行，打不到他。爽不爽？哇，打他完全不痛。再推他一下好了。拍谁啦？烧我啊！有没有位移技？我没位移技，我难道死定了？打完全不痛啊！对 ，counter， 我可以直接吃他一下，都会扣两滴血，但是我可以反打他十滴，那我觉得有点风险高，算了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位移好了，怎么样？那个汉枪仔喷三格啊，还好位移技很多，哎、欸。我现在就是累积到我有那个终结技，直接一招秒杀他。哎呦，挡住了。哦，没破防的话，特殊效果不会有哎、欸。28滴。剩两滴血。哎呦，还好我有防御啊！我这高科技西装不怕你汗。可恶，没有，什么意思？还可以有什么卡片吗？八回合内，八回合内干到他会有奖励。增加一张随机的攻击卡片到你的手牌里面。Get over here， 让就是嘲讽对手，让两格外的对手向你靠近。Combo counter，Combo counter，、哦、好像也不错哎，哪个比较好啊？燕尾服，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？二比较好吗？增加随机攻击手牌、喔、可是他只能用一次呢，用一次就没了。一哦、喔，增加六点格挡，然后保底两点伤害，根据你的攻击的 combo 值，二乘以 combo 值的数量。三就嘲讽对手啊。我不知道，搞不好后面有用吧。三是拉技，把对方拉过来，可是他吃一费啊。算了，我选中间那个好了，随机拿一张。事件，是啊，发现有一个箱子，但是有狗在看着。当然啦、啊，来啊，扣五滴血，血 ，keep going。我绝对不会 change my mind， 好不好？再扣五滴血，个臭狗！
杀死我啊，敢不敢？我怕你了。You have failed your mission. 干，烂游戏。这个这也太坑了，被狗咬死哎、欸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怎么可能会输在这种地方？我会完了，你完蛋了，要我扣血不可能了。正踢一二三，正踢一次，有没有 push 的技能啊 ？Counter。他的攻击才六，我放一张 counter 就好了。哼，还想弄我？轻轻松松啊！所以攻击其实很重要啊，你疯狂攻击他就饱啦。来。推入墙，他会扣血，扣更多血，所以你可以把他打墙壁上面去。Quickly attack， push， 防御就是懦弱的选择。我们的原则就是没有在防御的。反正打到死为止，推到骷髅会直接死掉吗？我不清楚哎、欸，我现在没有能量可以那个啊，没有，好吧，继续打他，没有墙壁不能够那个。尴尬，那张卡片要它要有墙壁才可以用。哎呦 ，combo 技的卡片 ，shift counter， 我觉得可以多拿几张 counter 哎、欸、，counter 能打又能用 ，restaurant 本兽。不怕被推吗？这些敌人不会推啊。你要被打他才会推嘛 ？Keep up to， 哦呦，被推两格，他的攻击就是推人啊，他没有特殊能力啊。打两格，先拿那攻击的武器的吧，他18滴血而已，专打这肥宅，我们把他推到吐血好了。啊，不用，他被秒杀了，破墙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死？嗨，你来不戏？哦，推好像没有办法防，是不是？打我啊！双 counter， 哎呦靠，好痛哦！推没办法发动 counter 哎、欸。只有打技才可以，被推走就被推走了，严重哦，还好，有办法把他推到里面去吗？可是我很怕等下被那个人弄，是三 D， 是吧？拉靠近好了，他又想推我。正合我意啊！踹死你！踹死你！对，他会死。正常人直接爆了。对啊，我也很好奇。来。等你
反击拳。这真的好玩啊！这游戏二十滴血，我先踹他一脚。回旋踢，看我被轰到场外去了。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墙壁，没墙壁不能用。push 真的蛮好用的，昏迷攻击还是带一张昏迷吧，打完还是有用处的。为什么厕所空降兵？哎，游戏嘛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啊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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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场地这么小，打个屁哦！完蛋！靠，这个场地那么小，这个推人的麻烦，我一定要移动，不移动打会死。如果有办法把他打到场外去呢？没有一个好位置、欸。Imagine scene move， 哇，糟糕哎！这样会被围着打。他背后现在有战人嘛？我一踹就踹两只。完蛋，一定要被敲一下了。六滴血，然后这只是一定会那个了。那我还是躲这边好了。哦，哦，还有受伤卡。哇靠，严重了这个。四滴血，先想一下战术的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什么战术了。哇，敲那么远，哇，掰卡，哇，糟糕，打那么远啊！惨了惨了惨了！完了，要被爆头了！大哥，别打了啊！年轻人没有武德。我干，完蛋了！这局我看是要 R 了哦。要爆裂了！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，惨了惨了惨了 ！This car, a random car。消费一张随机的卡片嘛，然后移动三格，哇，不能去医院呢、欸。哦哦，原来这个是升级卡片的，这怎样？这是买，然后还可以升级，这什么意思？得到一点。可以升级 push 一百多块，完了，我们没有钱去吃药啦。对啊，升级什么卡会比较好？通常这卡片都是升级伤害而已吧，增加六点，推两格。对，靠三点回费啊，盖张牌还不错，可是他不是回 focus 啊，
买买看好了。我觉得应该不是哎、欸。他说行动点不知道什么东西。Quickly Block Counter 升级之后变哦哟挡 15D。为什么是没钱吗？啊，没钱啦，没钱啦，同学。九 D， 哎，哦，推人会有伤害，可是好贵哦。一不用钱。停车场还是什么 Parker？ 能量点数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太像？惨啦！这边只能拉打啦，试试看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呦，真的呢！赚烂了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！可是我也没办法干嘛、啊。讲实在的，我也不能干嘛。为什么那个人忽然退后啊？打我啊！会被烧吗？哎、欸，会耶。哇，惨了！26房啦，来啦！没事，没了，打两下，好凶！不要打我，小心哦、喔，我打两下哦、喔，你自己注意啊。然后我们一个身法，好死两只，当时我害怕极了，哇，17D灌的头，没事，再一发，踹你一脚，好，接下来就跟那个一对一绕圈圈打他了。追不到他，等他过来吧。他有55D 哦，这个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他是说有这个回合数哦，回合数之内干掉他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奖励。嗯，完了，都没抽到什么卡片。灌他头，靠，这样完全没意义啊。灌你一拳，踹你一脚，戳你喉咙，扛着。四回合太难了啦，没有啊，是六回合吧？六回合，18D。哦，22，可以哦。一二，还可以移动。在闹，灌死你！还算多少？16D，还可以哦。来，乖啦乖啦，12，这灌墙壁12D，这个踹4D，哦，然后再加上推墙壁，再推一下10，有拿到了，哦，不错不错。8回合内，这什么东西？还有这个什么睡眠标是怎样？两格抓技，抓蛮有用的吧？带个抓好了，拜托啦，让我进医院吧。事件 ，Take control， 哇，
要离开嘛 ,66% Fire the plane, 这个是我们在飞机上面哦。增加增加 Long term, 哦还会受伤。66%、哦、你抓起了 stack,、哦、你抓住了这个杆子，然后呢 ,It's not a planned landing, 然后他说哦你受伤了，好，果然是这样没有错，然后我获得一张受伤卡，我得摘，果然是失败了嘛。10这怎么办，没办法、欸、我没办法移除了。好。骨折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啊。哦怎么有那么多人，这个大老粗是怎样，新敌人是不是？大老粗打12滴，然后会打，哇靠！哎、欸，不开玩笑，被摸到就死掉喽！哇塞，这个有点强，而且全体敌人加防哎、欸！圣诞老人。他是打他周围这一个有没有？打他周围这个，然后打十二。他这个五是1、2、3、4、5吧？是打他这个周围这个五格，不是打五次啊。抓个大老粗，完蛋了，把他踹飞好了。抓不到他，哇，不行，完蛋！我会把他往前推，然后中枪。我本来想说把他往那边抓的，可是移动过去就没有能量了。闪电五连鞭啊，又要加防了，尴尬了。我们把他踢到场外去。哇，移动身法都变两废、欸，我那个掰卡太严重了吧！白卡喽，而且还不能对他用。我要把他引到有墙壁的地方吧。你还能站着就已经够强了，因为我们是特务啊，你懂吗？完蛋了，他打不到我是还好，我觉得我可以往前跨一步，然后直接野蛮开扁。就像这样，推他，打你全家，打我啊！哦，哎呦，哇，不能反击，有了有了，现在有终结技了。这个肥宅有办法把他弄掉吗？他攻击是12，我应该防得住这一次伤害吧？那我决定要把你干掉了。下去 ，Counter， 我不动了，死胖子。打3滴血，他要死掉了。我想想啊，完了，都不能够。闪电五连鞭还是有点厉害了，那些人在笑这闪电五连鞭没有用的，你看看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
哇，我现在动弹不得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完蛋！哎呦，不要打我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再开扁啊，敢不敢？哦呦，他要打得到，完了，出不去。会打自己人啊！完了完了！哦，打屁呀、啊！来灌灌个鸡血 ，quick quick kick quick kick， 移动两格，太亏了啦！哇，硬要射我哎、欸！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过来一下。好，远距离，飞龙在天，哎、欸，然后最后再。杀你个头锤！哇，八回合根本不太可能。哦呦 ，Hulk Kick，Hulk Kick， 下一回合加两点费用。哎呦，好像有点厉害哎、欸！怎么办？觉得这张牌有点厉害啊！土蜘蛛，我要怎么去医院？事件，不要再事件了。医院要走上路啊！土蜘蛛啊！保险箱放那里，谁拿得到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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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啦，我还掰咖啦！完蛋！完蛋，这怎么办？Emergency move， 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，要吃子弹了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啊哈！哇，十二滴！呼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只会这样打哎、欸，完蛋，完蛋了！救命啊！结果。碎了，谢谢比利，感谢。不要对我们皮皮打手枪，惨了，过来，这个是有点麻烦，这只。完了完了，这招怎么对付啊？不推他也不行。哦，干嘛死掉了？大哥，不要这样！大哥，我手脚不麻利呀、啊，惨了 ！Dash，Day 什么 Day 啊 ？Day 不住啦 ！Quickly block，Counter。哦、
空手挡子弹。他要推人，他要推人了。你给我过来！看了就想推、欸。吃子弹啊！他应该要死掉了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你老师嘞！我靠，你这是哪一招啊，兄弟？借刀杀人，凶哦，最凶的那一种啊、哦！给我过来，他跨两格，这个有点麻烦，先让他不省人事啊，然后再一个 quickly punch， 然后再一个，再一个这个好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了哈，十四 D 还不行，再一个 push， 啊，踢回来了啊！兄台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掰卡真的不行呢、欸，哎，这个有 bug 哦，可惜了。哦，情报，情报是push back enemy， 然后把他给弄倒，还会带点四点伤害。If combo is over 5， 他会获得三点。Combo finish， 这个是有点赌博啊，我觉得先选情报好了。事件，拜托不要扣血，拜托我剩六滴而已。你听说呢？有后街有一个就是算黑衣吧，秘医的办公室，然后呢，他可以帮助你来治疗啊。然后这个是，哦，花五滴血会获得一张卡片，不要了啦，快去医院，我要回家。哎，还治不了这个东西哎、欸。80块耶！哇，打魔王了！哇，魔王来了！哦，烈火战车，这什么东西 ？Will turn to face the player。他说这个 boss 叫做 Death Hand。Death Hand Heavy Attack 伤害有16滴耶，而且他会回转到别人身上，所以你抓他也没有用。死亡情报，对啊，不能把他拉起来了，倒地的是不能打的，怎么办？我依然掰咖。来，射你老板。趁热，老板还是晕的。那张牌还蛮强的。嘿，赶快趁现在先干掉一只。不行，打不到。打不死，放弃吧。我们现在掰卡，我觉得不要跟他拼。跑远了。Counter。哇，100滴血啊，不是64滴血。死亡投机车驾驶帮，
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我只能吃一刀了，看是要吃他十二滴，还是要吃他十六滴而已。哦，大哥行行好。干，这个也太硬派了吧！加一费，我会死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同学！完蛋啦 ！boss 要扁人了，先碎你的喉。然后一个 quick kick， OK， 然后一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八八十多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能挡，这个会死。来啊！哇，真的很紧张哎。Push， 这 boss 不会打到我，只是这两格都会被打。滚！难上加难。哦，碎啦！情报攻击，我现在开始先累积一些 combo 值，待会一发就把那个 boss 干掉。抓！我先把那个人推开的话呢，其实好像可以。13滴血，这25滴血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救命哦！还是要先干掉一只，干掉一只就好了，不管了。然后把你推到这里，再踹你一脚，然后准备吃子弹吧，孩子。我先往后退，拜拜。哇 ，boss 来接替他的位置。等一下，你有点难打，大哥，我真的不行啊！借过一下，然后这边 要选好，不然他会爆开。还是我先来一个高踢，下一回合有再多两费嘛？这也不能 push， 不要这样，大哥你饶我一命。哦七 ，boss 要都 boss 要闹人了，出场吧。现在不能助他闹人呢、欸。可以阻止吗？哇，剩三，二十滴，大哥不行了啦，十六，我剩三。动二，嘿，怎么样？dash 不行，抓他的头来猫，他剩下十六滴，我如果有办法一回合十六滴干死他的话，就还有机会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机会。
来帮我挡一下，你大哥我有点怕他。你大哥又要打人了，我怕，我害怕。你大哥我真的不行啊，他有病啊。One step， 情报有没有可能？可是我怕我被子弹射死，射十二滴。我这个爆我自己会移动吗？你们还记得我爆这东西的时候我会移动吗？就是我会把它往前带一格吗？我也会移动。感谢。打你大哥啦，把你抱过去摔啦。哦，好险好险，我应该让他晕一回合，可是晕 也没有意义了。下一回大哥就要死了，你干嘛要射你大哥哦？你是要让他对你大哥不忠吗？ Kiku， 有办法干掉他大哥吗？好像可以哦，但是我要先把这个人赶跑，他有点危险。Kiku， 谢谢淋雨，共烈短逃，共烈短逃，哦，打败 BOSS 就赢了。Good War Agent 11， 哇哦，成功干掉了这个 Dead Hand。睡哦睡哦 ，Thank you for your play。哇，没了，就这样，没了吗？哎，不行哎，这个要等到后面才会有，所以像目前只有这个可以玩而已，有点可惜。看一下好了，这游戏美术可以来调整一下。还不错，我看他后面很多技能的感觉。对，我看他后面技能还蛮多的。哦哦哦哦，帅！对，还不错，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再多一点不同的东西的话，应该会更棒。比如说，可以把对方武器给夺下来之类的，有没有？挑衅其实蛮好用的。哦，你看那个双龙出海，还有盟友哎，对啊，这个真的不错玩。为什么要把哦，他保护他啦，双龙出海，哦，帅，对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，比如说什么过肩摔啊，然后抢夺武器啊，比如说抢夺他的武器，射一枪，然后就把武器丢掉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强制帮敌人缴械啊，然后比如说制服嘛，你可以把别人拉在你面前，帮他挡刀这样，这种就还不错，或是可以把那个桌椅拿起来砸人，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意思的。佛经歌，不错不错，这游戏值得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就觉得这个出来应该蛮好玩的。